当当当，还有六天就要过元宵节了。随着重量嘉宾的爆出，无数宅男纷纷艾特唠唠，可不可以来点劲爆的破桌节？此次宅男女神鞠婧祎将携 SNH48 登台，2月22号湖南卫视直播的元宵喜乐会了。作为华语区规模最大的偶像团体 ，SNH48 在音乐、舞蹈、影视表演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。2015年，鞠婧祎和赵佳敏加盟湖南卫视的全员加速中，而在妈妈的牵挂中，林思怡也成了首位加入的明星主人公。而据节目组透露，此次加盟元宵喜乐会与以往主打青春靓女的风格不同 ，SNH48 的表演将加入更多的传统节日的元素，整个节目的呈现将会更加喜庆。SNH48 不仅将带来歌舞表演，还将全程陪伴观众朋友闹元宵。当然，要想看到女神们的表演，就千万不要错过2月22号晚7:30湖南卫视元宵喜乐会。芒果 TV 也将多机位同步直播，与您不见不散。芒果捞新闻，宅男汪都有福利，捞捞跪求来点小鲜肉吧！报道。